祝棉花糖喽！开心的喝不下去呢。哎呀，站姐干嘛？你先夹吧。哎呀，我不在家，我出去了。我带来好东西哦。我刚好回到家，你带来什么好东西呀、啊？玉米。哎呀，我有事，我要出去了。可以做爆米花哦。哎呦，你来都来了还打什么电话？我不打电话我怎么知道你在不在家？那你不说什么事我怎么知道我在不在家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在家，这样就是不在家哦。哎，你过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？你来评评理，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在家，这样子就是不在家？对呀、啊，没毛病啊，在家不在家，在家不在家，哎，右脚在家，左脚不在家，回家不在家，在家，哎，怎么不回家？回家不回。